这首圣诗《奇妙十架》不但曲调优美而经典，歌词中更带出了基督信仰很丰富的信息。在许多教会的圣餐聚会中，也经常吟唱这首圣诗。作者华兹被尊为英国的圣诗之父，是18世纪教会圣诗运动的领袖之一。华兹的父母都是敬虔的基督徒，从小在父母的鼓励下，8岁便已学会做打油诗。华兹的学识涵养丰富，对希腊文、法文和希伯来文的多种语言的了解，有助于他对圣经原文的掌握。因此，当他看见当时教会所吟唱的旧约诗篇时，不但毫无赞美的气息，而且沉闷古板。于是他接受父亲的挑战，每周创作一首圣诗，到他22岁时已经写成了超过200首的圣诗。华兹喜欢取材于圣经的诗篇和其他经文，
来作为圣诗创作的基础，所以他的圣诗内容丰富，简洁有力。事实上，华兹自己是个体弱多病的人，而且终生未婚。在他人生下半场的三十几年中，他长期卧病在床，几乎半瘫痪。但只要身体稍微好转一些，他依旧上台讲道，也努力创作圣诗，完全不被疾病击倒，反而立志要一生为荣耀神而活，为教会与信徒的需要认真投入圣诗创作。华兹的一生似乎也像这首圣诗最后两句所诠释的，主爱如此超其深厚，徒报必将身心全献。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，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只要我们认真思想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恩典，都会让我们忍不住发出赞叹，奇妙的十架，奇妙的爱。
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。Thank you.